你回家了，我找谁去？下雨了。下雨不行。好大的浪啊！站在浪尖上的莫非就是？就是我。没有认错的话，你就是东海龙王。不错，我是东海龙王。旁边那位可是西海龙王。那我是西海龙王。穿着腰的可是南海龙王。我系南海龙王呢。蹲着的可是北海龙王。啊，我是北海。你过来。我问你，这龙王有蹲着的吗？再者说，怎么那么多呀？不，你演龙王吗？我演四个龙王啊！您受累，您多演几个。不是你们剧组是没人了吗？10万块钱，把人往死里用啊！这个，徐老师，不干了。哎，别，徐老师啊，您看这样成吗？怎么着？你演一个人，给您10万。半个笑，我倒不为钱啊！哎呦，艺术！关键我都不知道演谁呀。没关系啊，就我提到谁，你就迅速进入角色。就这么简单啊！我最拿手。那咱们开始。来吧。四海龙王今日来我陈塘关有何贵干？北海龙王，不要说话。东海龙王，你说，你杀死了我的爱子敖丙，欺人太甚。北海龙王，别说话。西海龙王，你说，我打针让他给弄死了，我就是来讨要个说法。北海龙王，别张嘴。南海龙王，你什么意思？我的大鸡鸡洗得好惨呢，你要给我一个交代呀。我想啊，哎呀，翻江倒海。北海龙王、南海龙王、西海龙王、东海龙王都不要说话。你有病是吗？我跑这儿做操来了，我。